你把三百万转到哪儿去了？你去查账了。废话，转给哪个女人了？什么女人？你再给我装！除你之外，我就没别的女人，你在胡闹什么？ 拿三百万投了这个，就这康养地产项目，我之前不是跟你提过，去南京看的也是这个项目，现在开会讨论的还是这事儿。投之前没跟你说是我不好，但现在这个项目，我跟投不光是为管理层进行，我自己本身也是看好它。我之前就跟你说过。 这个项目有风险，我不同意投。为什么不同意投？我一直在等这个机会，苏菲，用不了3到5年，我们就可以财富翻倍了。所以，你就伪造我签字是吗？任何的投资都是有风险的，你太冲动，而且没有底线。我知道，这标的是有点大，我是怕你不同意。老婆，别叫我老婆。